Hello， 欢迎大家来到兔娘频道，我是兔兔。狼今天要出去野餐，等一下去保姆家接恭喜。我觉得现在比较特别的是，因为现在恭喜一岁了，所以他现在食物大解禁，我觉得就可以带他尝试的事情有非常的多。对，他可以跟大人吃的东西比较多啦，但是那种口味比较重的刺激性的食物，我们还是再缓一点。其实刚好我们两个也正在饮食控制，所以大家就是吃差不多的东西，吃得很清淡、很健康，尽量以原型食物为主。就看一下你现在要准备些什么。好，水煮蛋。玉米地瓜超健康的生菜火腿贝果鸡肉三明治花菜米哇另外呢还要准备无糖优格香蕉两只椰子水我正在切一个柚子因为中秋节要到了第一次的中秋节可以给他带个柚子吗可是他头有点大我看这柚子有点小我想看他吃柚子的脸大柚子杀开杀了你好像很会杀柚子哎你不会杀、啊、不会多年前你也为了我杀了一个柚子多年前为了你杀多年后为了仔仔杀你们都逼我杀柚子啊可怜的柚子不要找我啊柚子分离整颗带过去先来收一下这个食物再看一次给我来个汤匙吧抱歉请自助我给你一个夹链袋那个夹链袋那么可爱啊库洛米的夹链袋很多人会到现场煮咖啡但我们觉得第一次带宝宝去野餐还是先在家里准备好好了差一点方文艺野餐店从买来之后都还没被用过今天第一次带电风扇，恭喜的宝座！哇，恭喜！哎呦，这是什么感觉？什么感觉？好奇怪的感觉，脚都收起来了，好可爱哦！你们两个好可爱哦！好呆哦！还行吗，宝贝？你要来草皮上了吗？你敢下来吗？你敢去草皮吗？你敢吗？我就觉得你不敢他的激将法他在摸草但他就退回来了他整个身体很安全的在这个你要出来吗你敢出来吗不敢很棒哦探索哦他开始好可爱哦他开始没办法了没办法今天回去了他刚脚一直在踩说到底哪里哪里哪里他回去了笑死了皱眉头了快哭了是不是你怎么那么可爱我们擦一下手上这是我的电风扇电风扇站着也不行吗我们家恭喜不喜欢有任何东西站着所以他现在连我的电风扇都要弄倒没想到我妈妈会带这种东西来露营吧野餐啦你到底多想要露营走走哎好棒走坐下了宝贝站一下我们站一下站一下哇好棒不要不要就算了了解割草机哦割草了啦野餐时间优格这个是什么香蕉啊他要吃香蕉这个还没剥皮香蕉好吃吗他吃太深了啦你很棒我们可以一人吃一口吗可以吗他说不行啊哼你在学习跟我们共识你不要急我们要咬他自己挑了香蕉吃我觉得很可爱很好笑等一下我们吃一个新的食物是柚子好不好秋天才有柚子吃来这个这是柚子哦我们吃过柚子哇要咬哦好棒要咬这个发型配这个帽子每个人小时候都有戴过你知道吗来宝贝怎么戴不住啊头这么大呀好来
给你。靠啊，不行。恭喜，有一个账我想跟你算。上次你把我的手机弄到锁起来很久不能动，你说这件事情该当何罪，下次不再犯了吗？你有想过这件事情吗？没事没事。如果你很常看我们的影片，请不要吝啬按下订阅，小小的举动大大的帮助订阅。今天有干妈，恭喜干妈跟我们一起进行了今天的野餐。她现在很能吃固体的东西。对，她现在满周岁。上次去打预防针的时候，医生就说她现在全面解禁，所有东西都是可以跟大人共食，但是不要太油太咸就可以。然后我们就带她先去吃那个火锅。我觉得我们一直低估她，这样东西会不会太硬，会不会太怎么样，她不好吃。然后我就把肉片弄很小，她就是可以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她现在也可以吃一般的米粒，很棒。她就是，她就完全可以跟我们一起吃饭。这样子，我们今天才准备这种，其实基本上都可以一起吃。大进步。哎，不是，我的手机感觉在一个蛮危险的地方。对对对，不会啦。来哦，吃优格，今天要尝试很多新的食物哦。有喜欢是不是？啊，他觉得很多新的体验哎，很新奇的感觉。像哦，他很专心体验哎。像哦，好吃哦。等我一下，我先帮他弄一下鼻子。好啦，再喂了，喂了，喂了。他大爷都这样哈。喜欢优格？喜欢优格？你骗人！你骗人！你刚刚明明喜欢。啊，你这个是不是喜欢优格？喜欢优格吗？还要不要吃优格？要，要吃优格，对不对？明明身体很诚实。要呀！好可爱哦。好啦，我们吃到一个小段落，你也吃得很开心吧？对啊，你等一下就要吃这个药师健身活维生素 D3。我们通常都会在边吃的时候边补充一些营养食品。药师健身活专门为儿童研发两种产品：400IU 维生素 D3 儿童小鱼球。其实现在太阳很毒辣，你真的非常难像新生儿在不擦防晒的状态下晒个10到15分钟。其实大家都应该要促进骨骼发展，这个时候就可以靠补充维生素 D 来帮忙啦。400IU 维生素 D 来源是来自瑞士的天然羊毛汁，零岁开始一天只要400IU， 一滴解决。市面上 CP 值最高，水入代替维生素 E 更适合新生儿，像恭喜这样子。重点是它的滴剂超方便，无色无味无添加物，其实恭喜是非常能接受的。你这个瓶子好玩是吗？恭喜一岁开始之后，我们都会很注重 DHA、EPA 营养素的补充，帮助他的脑部发育。而且它很适合挑食或不敢吃鱼的小朋友。我自己有吃过鱼油，但是从来没有吃过这样子打嗝不会有异味的。我自己反正是爱上了小鱼球，来源100%阿拉斯加鳕鱼萃取，100%的鱼油，没有塑化剂，橘子口味的，完美跟柑橘融在一起。对啊，是说啊，恭喜啊，这个瓶子有多好玩嘞？给我好不好？给可以给妈妈吗？可以给我吗？请你给我，谢谢。请你给我们吧。请给我，好吗？好棒，谢谢谢谢。恭喜现在成长快速期，非常适合使用。那如果说身边小孩已经开始上学，需要帮助学习力跟专注力，也非常推荐补充哦。好棒，好棒哦，好棒哦，好棒哦，喜欢，他喜欢。宝贝，你要不要喝喝看这个？这个不一样，更不一样，你喝喝看。哎，给我假喝。哎切，这个椰子水真的很好喝，傻子。好了，拍妈妈喝完，好喝、啊，爸爸，怪里怪气，我就想抱你，你能怎么样？来，我们碰额头，宝贝，爱你啦，很棒啊，你很棒啊，嗯，你很棒。你要去哪？他回来了，宝贝。他一直想告诉你他做得多好。
你好棒哦！怎么样？你今天觉得野餐怎么样？我其实不是一个奥豆康，但是你知道，为了小孩，我就是试着要走到户外。现在看起来他是非常喜欢这种大自然的环境，所以我就觉得，好，我懂了，我应该要更努力的逼自己走出。其实这边还有其他人也在野餐，我本来想说我觉得天气有点热，可是其实还好，还可以接受，到一个比较下午的时候，就是很接近傍晚的下午，就还不错。现在这个小朋友放超开到处跑，是不是你好棒、啊、而且他会回来，你知道吗？这样子很可爱。我们现在在野餐的时候喂他吃的东西他都可以接受，然后我们在餐间给他吃的营养食品他也非常能够接受。药师健生活其实不是第一次了，大家也都知道我们一直都在给公司补充。那现在呢，他们有一个周年庆活动，全馆最低打二折起，输入折扣码 RW 再享95折，另外再送碰碰狐鲨鱼宝宝周边商品啊！我的宝宝又爬爬一圈，他好开心哦！而且我觉得他平常其实没有办法耐得住这点热，他是全场只有我在热而已，我也不知道。但是他今天完全是觉得就流汗，他也不怕热，一点都不燥，他反而在释放他的能量，好开心哦！长大，对不对？他已经长大到开始会玩了，自己找事情玩，对不对？我觉得今天最大的启发就是我们真的可以带他多多出来走走，我觉得也是对我们的成长。又是你带我们来野餐，要是没有你，妈妈根本就不想来野餐哦。好啊，今天分享就到这，喜欢的话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想说拜拜，跟喜说拜拜，还是拜拜，拜拜，走，拜拜，哇！